来，各位同心，大家赞，大家好。啊，真欢喜大家搁登来遮点招哈、哦。那么，我来调查一下，最近有去看卡农这片电影的，请举手我看者。有人看过无？哇，拄啊几个尔尔吼。嗯。喂，那么我是真建议讲，这片片、这支片，大家爱去看，这个体现当时日本人来教育台湾的事。好、哦，在1931年，这个嘉义农林学校，因日本的教练来训练这个球队，把咱哥刷作。那么，个日本人，个因所谓，即卖媒体拢讲汉人，我即卖就是要讲，即句汉人是错误的。其实这是咱平埔族，未记家己的族语的平埔族所造成的一个对我，所以因迄个拼战的精神，因高山哦，熬造哦，体力个有。那么日本人手背真手背足好诶，好啊，平埔族诶，好、哦，嘛有伊优点，好、哦，可攻可守。那么所以第一届受到日本人诶这个严格诶训练了，都摕着台湾诶代表队去参加这个日本诶甲子园诶这个中学联这个联赛，而且。拍你要到决赛，哦，摕着亚军登啊，啊，这真精彩，哈、哦！内底讲拢95%差不多95%拢讲日语，所以真有日本时代迄个临场感，哈、哦。好、啊，那么今仔我要来甲咱各位同心来介绍美国的国会啊、哦。那么咱即马连民要执政啊，那么咱做一个执政的官员，哈、哦，就公务人员。咱爱有啥物心态？哦，第一个是讲，咱爱以公仆的身份，吼、哦，来服务咱本土台湾人这些百姓，啊、哦，啊，伫合法的范围内底来脱离咱本土台湾人所去的这个，吼、哦，厂商啦，吼、哦，工厂也好，还是生意场，吼、哦，那么咱唔是像中国流氓政权来台湾，因用因这个。立法专书，用行政命令，安尼束缚咱台湾人，管制咱台湾人，甲咱绑脚绑手，所以咱台湾人要拼经济，有一部分拼经济，大部分呢拼经济利益，拢许中国人摕，伊关关卡卡，哦，你要请一个执照，哦，伊那当咧几啊十。吼、哦，那你较大型的这个申请案，拢几啊百亿呢？啊，这足浪费时间，迄商机，含时间是有关系。有时啊，等你讲签这个执照落来，已经五当后这个商机已经过啊。所以，如果讲我定咧讲啊，哪卖中国政权来吼，啊是因这个总统。如果拢卖做代志，咱甚至会照念，可能咱的经济还阁加倍好，吼、哦！伊拢卖做代志，因若做代志做拢方向拢唔对，吼、哦！啊，咱即马伫合法的范围内底，咱是要来服务咱的本土台湾人，咱唔是要用管的，
唔是干那叮叮打打的法令要甲白个死吼。过来，咱来秉持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公平、正义，甲关怀弱势，永续经营台湾的精神吼。你，咱唔是像中国人，甲台湾当作是客居之地，干那咧大旅馆呢，大大。哦，隔工就要走啊！啊，因中国人有影，因也伫台湾老头前，都想办法要摕美国、欧洲、哦加拿大这些护照，要做美国人，要做欧洲人，吼、哦。所以，咱家家孙孙拢要带台湾徛起的，吼、哦，咱来好好保护台湾这个环境，拼经济嘛是爱拼环境，哦，莫像中国人来，干那叫咱拼经济，拼经济。拼拼的拢，因咧享受，啊因，拢摕一寡外国人无爱做的这个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咧做，污染留伫咱台湾，比如讲石化工业。澳洲这个土地遮大，人因澳洲人口嘛，跟台湾差不多尔两千几万，土地咱台湾的百几倍，结果人因。舍不得污染因家己的土地，因做者石化工业一挂生产的技术，伊授权予台湾咧生产，生产了较大因的马股外销全世界，结果咱干那赚一挂台钢的钱啊，结果污染伫台湾，好，安尼咱真正是咧出卖家己的环境权，我最近。有一个齐柏林，吼、哦、用飞行机伫为空中来翕台湾，鸟瞰台湾，台湾千疮百孔。本来台湾的四边拢环海，照讲是拿来发展观光足好个，结果因为咱的河川、海岸拢污染，吼、哦、啊地层下陷这问题，造成台湾本来是一个宝岛，哇，即马已经千疮百孔，吼、哦。那么我今麦来进入主题哈，这个美国，这是美国的国会，真侪人误会讲这叫做白宫哈，这是美国国会，一边是参议院咧开会所在，另外一边是众议院咧开会所在哈，啊，这个是因议会咧开会情形。那么美国国会分作两院制，一个参议院。一个众议院，那么联邦的参议院，伊是代表州，所以伊每一州会当选两席，五十个州拢总有一百个参议员。那么伊任期是六年，每两年其中的三分之一拢爱改选，哈。那么参议长伊是总统继位的这个第二顺位。那么这个三每两年选改选三分之一，这有一个好处。就是每两年有上新的民意入来，啊，剩的三分之一就等于较资深的，即个资深的会当参加即个新入来即个参议员，吼、哦，要安怎立法，吼、哦，所以有类似学长制安尼味道吼、哦。来，那么联邦的众议院，伊就代表人民，众议长是总统继位的第三顺位，吼、哦，那么众议院。总数法定是讲会当选435名，任期两年，每两年这435名拢总爱定改选，而且较跟众议院无，迄个参议院无共。一个讲法就是讲，你自你选到众议员就任迄天开始，这两年你就要好好甲我做，唔好人浪费时间。伫这个婚丧喜庆、红白包典馆，哦，卖学中华民国体制下的选举，这两年好好立法，因为你头一年，你卖想着讲啊，我头一年拄来学习尔，啊，第二年就要来拼白条啊卡，莫有有迄款想法。就任开始讲，你着好好做，做甲你要选连任，自然你的成绩也好，唔免烦恼。袂认真，好卖学中华民国，浪费时间伫个。你照讲，你这立法委员，
你选到你就是爱好好替国家立法啦，啊来互立所立的法来互行政部门来依法行政，啊你就开始就一直拢咧走分赃取信，浪费足侪时间伫咧顶管，迄无意义。选你做立法委员，你着你的职责就是立法，唔是咧走白条啊卡、白条啊卡咧走遐红白帖，吼。哦，那么美国国会是美国民主的象征，因为呐，国会无论你参议员还是众议员，拢总是民选出来，所以是一个民主的象征。而且美国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国会的立法权是三权之首。以先立法了，所以立法让行政部门去依法行政，然后后壁你若做不好，行政部门你如歪错、贪赃枉法，后壁有一个司法单位在个监督，哈、哦，啊，贪赃枉法给你起诉判刑，好、哦。那么咱即马伫中华民国体制下，因建共的讲行政、立法、司法，甲行政摆伫头前。这错误的思想，行政权不未使大于立法权，是先有立法权，立法法较好哩，行政单位依这个立法依法行政。好，美国的众议院有20个永久常设的委员会，伊这个本身有立法权哈。那么咱来看这20个，好，来农业委员会。拨款委员会、军事预算、教育甲劳工、能源甲商务、金融服务、政府改革，吼、哦，你注意看有一个政府改革，吼、哦，伊嘛有成立这个委员会，专门来想讲，那政府要安怎改改进，还点好美国行政部门，吼、哦，会效率会较好，哈、哦。国土安全委员会，众议院伊个行政委员会。啊，当然，这个20个委员会以外，还有8个非常设委员会哈、啊。来，国际关系委员会、司法、主管、规则、科学、小企业、官方的行动准则委员会。啊、你看，各有一个官方行动准则委员会，有一个标准作业程序 SOP、啊。就是立法这个机构专门设这个委员会来探讨安怎做一个 SOP 和。行政部门来遵循哈，运输甲基础设施、天我军人甲主管委员会，哦，这20个啊。过来，国会主要的权力就是立法权啊，立法权内底有含宪法内底所讲的列举权，甲宪法内底所讲的禁止权啊。那么咱以美国国会所通过的法律基本上是原则性，那么细则。由行政机关拟定计划啊，甲施行的细则。啊，咱即马来看宪法有啥物列举权甲禁止权啊？这个列举权就是宪法有讲的，和国会有啥物权利哈、啊？这是依联邦的宪法第一条的第八款。当然，这有了30几项哈，然后提几个出来讲呢。国会有权规定并征收税金、关税甲其他的税负。以相互国际，并为合众国的共同防务的国防哈，甲全面的福利哈。过来铸造货币，甲调节伊的价值，并制定度量衡的标准，这样呢，国会权责之一哈。过来设立邮政局，甲建造驿站啊，这因为这伫200几年前，因宪法就规定的哈。过来为促进科学甲实用技术的进步，对作家甲发明家因所有的著作甲发明，予伊一定期限的专利保障。哦，你看，美国遮因的宪法遮先进，200几年前都有智慧财产的保护的这个观念嘛，吼。啊，这嘛是因为有这个这条宪法，所以美国是安怎会变作真强的国家，跟这个有关系。哦，你这头较好诶，你有发明，有新的论述出来，你诶著作，你诶发明，政府用专利甲你做保障，所以真认真咧发明新诶物件。过来，募集甲维持陆军
配备甲保持海军，制定有关的管理甲控制陆海军队的条例。你看，美国的军队是国会咧掌控啊。美国，你要维持陆军，爱开钱嘛，爱有发薪水嘛，哈，配备及保持海军，你爱有这军队好的武器啊，你爱做舰舰哈，啊，枪机爱哦做较好个哈，这拢爱开钱哈。啊，伊管理甲控制陆海军队条例哈，过来制定召集民兵的条例，以执行联邦的法律。镇压叛乱，啊，击退侵略，啊，连民兵嘛等于咧管控，啊，所以美国，你若要对外宣战，爱美国国会又通过，吼，核核准的对啊，来授权乎你行政部门，美国总统他去宣布宣战，啊，乎这个国防部直接去处理哈。来，禁止权就是宪法禁止国会的权哈。以联邦法律的第一条、第九款，人身的保护令的特权不得停止，不得公权，也是溯及既往的法令未使通过。对各州输出的货物未当扣税，哦，这是限制讲未使通过这个法令的对啊哈。过来，那么美国国会立法程序，哦，咱来看嘛。第一就是爱为参众两院的议员来提出法案。那么送交所属议院工作人员立案编号甲标题。所属议院哈，人员，这个编号了，爱哥。上去哦，相应适当的委员会，咱都要讲的迄二十个常设委员会，其他各有一个非常设的八个委员会，看对一个较适当，吼、哦，呼应这个委员会的小组去举办这个公听会。那么差不多这个法案直接就差不多定生死啊，吼、哦。如果底下都去用会案，啊，都这个案就结束啊。啊，那么呢，成案审议通过。爱阁上去，哦，如果多数的委员会赞成，哦，就爱阁上去全院会议，哦，就这个案为这个委员会承案了，就爱上来全院的会议，哈、哦。那么由工作人员读一句一句咧朗读，哈、哦，这个法案定是二读会议，哈、哦。过来，全院审议，去跟他朗读标题，并投票表决。接着，那表决通过就是三读通过啊！哈，三读通过了，就要去上去另外一个议院来表决通过啊。比如你去参议院上出来，参议院通过，你就要上去众院另外一个议院表决。同款，你若众议院上出来通过了，要去上去参议院去通过啊。好，那么那两个议院拢审议通过，这个法案就要上去总统签署。好，那么如果总统签署的变成法律了，如果总统可以用否决权，安尼就要去上等于原来提案这个议院，看你是为对一个参议院还是众院提案出来，要去上等，但是有一个条件，就你美国总统要启用否决权了，那么你要甲讲你反对的理由是啥？你反对对一条条文，还是你反对内容对一句？你有反对，你要加注说明，然后个退件哈。好，但是呐，如果参众议院你退件了，上等个参众议院，因的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以上，这个法案得去通过哦，啊，得推翻总统的否决权，法案已经成立，变成法律。我、哦、你看因，这有互相制衡的作用。你立法单位，哈、哦，国会上出来议案通过。但是我总统若看无下着美国的利益的，我会当启动否决权，甲你退回哈。但是退回了，国会嘛还够，但是即届都要变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唔是过半通过哈。OK， 好，那么国会嘛有非立法之权，
这个分六个吼，选举权、行政权、管理监督权、制定权、甲调查权，搁一个司法权，这六个啊，咱一个一个来看哈。选举权，就是伫总统大选中间，若无人得到过半数的选举人票，啊，安尼就爱有联邦众议院选举总统。哦，但是迄个时阵，每一州敢若有一票的代表票呢？好，参议员选出副总统。那么你看，这个选举人票，就是差不多一众议员435个，佮加上100的这个参议员这个数量，但实际上是538票。啊，这个538票是偶数。啊，真有可能转到，有可能两个是平数呢，吼、哦。啊，所以呐，如果平数，就爱，嘛是爱哦，这个众议院，因来算，吼、哦。那么，这个其中这个参议院，吼、哦，伊这个每一州，无论你大州啊、小州，拢有两个代表人嘛，吼、哦，会当选，算有两性嘛。那么众议员，就以人口数，啊，比如讲像。阿拉斯加，啊，这人口足少，因干那会当选出三个众议员。那么加利福尼亚这州足大州，哦，因会当以人口数，因会当选50几个众议员哈、哦。这大小州人口差足多哈。过、哦、来行政权，美国总统委派高级官员啊，譬如讲这个联邦理事准备会这个主席，哦，最近换一个新的查某叫耶伦哈。哦但是伊这个任命案马爱哥由美国国会参众议院认可通过，才这样上任哈。那么美国的行政机关甲其他的国家签条约，马爱国会批准了，靠遵守哈。所以唔是你行政权吼，你出去跟人签，啊签等啊，你马爱哥经过国会通过哈。过来管理监督职权哈。美国国会有权增加，还是减少，还是合并，还是创新一个新的行政机构，并增加减少预算。行政机关爱定期向美国国会报告，并接受质询，哈，这是一个监督管理之前之一。那么，即马上新的一个创新的行政机构，就是伫2003年，因为9.11事件了。因决定阁新成立一个美国国土安全部，哦，这是上新的哈，2003年通过哈、哦，所以集中所有的，比如 CIA 的专才，哈、哦，还是 FBI， 包括一挂有关安全设施哈，哦，这些人来集中成立一个美国国土安全部哈、哦。好，那么这点款就是讲。美国国会有权制定甲修改宪法，哈。那修改宪法有一个程序，哈。这修宪程序就讲，需要伫参众议院中间3/2以上的席次赞成并提案，或者是全国3/2的州以上赞成，安尼就会向召开修宪会议。但是通过这个修宪会议提案然后通过，爱哥。经过4/3州的批准了，修宪案才会当成立。哦，即马这50个州，伊本身也有制衡的能力。你通过修宪案，国会修通过，你若无经过我4/3的州，等于50个州内底要有38个州通过。啊，等同讲，你若其中有13个州反对，安尼就无通过啊，吼、哦。这个因的互相制衡哈，做了真好。过来调查权，美国国会为了伊所立的法，来监督政府的运作，来组成专门的机构，来调查政府伊所做的行为有偏差无，有错误无，伊这个权力哈。啊，那较有名的调查委员会，我有家己去过的，目前的调查委员会哦，尼克森水门案、伊朗军售案。挑战者太空舟爆炸案啊，克林顿丑闻案。那么这越战调查委员会直接调查讲，当时
就讲年代，伊去援助越南去参加去拍这个北越。那么，你美国当时是世界上强的国家，你的武器上先进，吼、哦，啊，你美军训练上精良，是安怎会拍输迄个拿 AK-47 的北越军队？而且你迄阵的 B-52 的轰炸机，你所牵的伫北越这个炸弹，是欧洲战区哈、哦，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所到底澳洲的这个炸弹的总和搁较济，安尼竟然要拍输，这是什么原因？啊、哦，在调查这个代志。过来，伊朗军售案，伊朗伊这个因本来是国王哈、哦、哈勒维，伊去后这个伊斯兰这个激进派给推翻了，本来哈勒维是亲美，那么这个美国。以前跟这个，以前跟哈勒维好的是，拢卖美式装备、无人机、战车，拢不卖哦。这个伊朗哈勒维这个国王的建款，但是用推翻了，啊，发生两伊战争。那么巴勒斯坦的人，去把美国人掠开做人质，啊，好这个，但是迄个巴勒斯坦的人。伊跟这个伊朗这个激进教义派吼，算关系真好。啊，所以美国想讲发生两伊战争，伊朗的这些军机真侪零件歹，无通去换，啊，所以造成这些飞行机无法度升空去跟伊拉克交战，所以制空权去予伊拉克退去，啊，造成伊朗的军队。地面部队定去用空袭哈，啊，所以美国就讲，那安尼是不是我来输啊？透过第三管道来卖武器和提供武器，再零件来给伊朗，安尼叫伊去搞巴勒斯坦这俩美国这人质这人会当跟伊沟通，用这个做条件交换，我用武器给你，啊，你替我去搞遐人质去搞。一定会当绑出来呢啊，这都违反美国国会或者武器禁运的这个法令。我最希望记者给报出来了，造成讲雷根迄阵是雷根在做总统，造成雷根的政权的危机哈，就是调查这件案件。过来挑战者太空梭爆炸案，就是安怎上好的科学家开上侪钱的。预算经费，啊，那升空无几分钟就崩掉去，吼、哦，这个调查这件代志，好、哦。过来，司法权，美国国会伊个弹劾权都含有司法的性质，而且美国总统所任命的联邦大法官嘛需要参议院同意认可了，才会当就任，哈、哦。那么，就干那众议院才有资格提出弹劾之权。那么，嘛，干那参议院叫审判一切由众议院所提出来这个弹劾案的审判权啊、哦，这大概就是非立法权哈、哦。好，那么，现在美国拄啊建国238年，就一定变作全世界上强上用的国家，或、哦、者有伊一挂原因。啊，那么咱这五年下来，你的薪水有增加无？有增加的举手我看麦，无增加的我看麦，大部分拢无增加嘛。啊，这几年咱的活到安尼，愈来愈郁卒，哈、哦，这有原因咩？啊，我讲一个故事哈。哦就伫美国咧开这个外科医学的这个国际研讨会，那么有三个医生啦吼，因伫下晡时爱咖啡时间，伫走廊遮啉咖啡咧开讲，一个日本医生，一个美国的，一个台湾的，
啊，这日本医生就臭屁讲，哦，阮十年前，阮的前额手术就足厉害，阮有一个囡仔吼，迄个火车交过，啊，手交甲脆鼓鼓，啊，阮用前额手术，佮佮接到等，佮医好，吼，啊，这个五岁囡仔吼，十年后参加世界钢琴比赛得冠军啦，吼，啊，这足厉害呢，吼，啊，像美国爹爹就起来讲，哦，你哪有啥？阮同款十年前，阮有一个十岁个囡仔，车祸截肢，啊，阮用鸵鸟个脚甲倒起去吼，人伊伫奥运比赛嘛得冠军呢。啊，即嘛着要听看台湾只安怎赔，台湾只讲吼，安尼哦，小 case。阮台湾医学吼，阮伫二十年前有一个四十岁，哎，中壮年吼，个查甫。伊嘛车祸，弄得头壳破的，啊脑汁拢喷出来，啊，阮用 DNA 脑吼，甲移植入去，人即马即个伫台湾咧做总统，啊，这对咱今仔食力歹过日的原因之一啦。伊拢莫卖做代志，咱的经济又搁较好啦吼。好，啊，咱即马来看美国安怎会强？美国人诚实踏实做代志，一步一开。因袂好笑啦吼，袂像中国人安尼做啊碰风诶吼，碰风水计太无肉安尼吼，啊都讲一粒哦，啊做一本机啦吼，聊可能介侪人听无吼，就是讲了吼，敢若讲天花乱坠，啊结果做无半片吼，来，大部分诶美国人信基督教，嘛遵守伊诶教义，吼，这真重要诶一个。这个因的教育中，信息、公义、博爱、愿望、信实这种，美国人作秀信用，哦，因做出来产品真本真料，袂甲你偷工减料，哦，所以你若买着美国的机器、哦设备、哦铁棒拢足高，哦，我有一届吼，咧加电线，我迄差不多十五年前，迄骗子甲迄电线加了吼，劈一个，哦，我想讲。电话登去，结果看骗子登去啊！啊，看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的。啊，你甲看中国外强，连一支骗子都加输那个电话讲外强，哈、哦！啊，这個、中国人搞偷工减料，哈、哦！啊，美国人，哈、哦，伊有信用，啊，真正真本真料咧做物件，哈、哦！所以，比如我买音响，吼、哦，买了美国，迄音响你甲搬，好当看一看。就伊咧内底零件吼，譬如线圈，伊个线圈拢作实的哈。OK， 公益，美国人我那急功好义哈，路见不平的拔刀相助。你若看有啥物国家，迄专制国家，吼，你啊人民受到人权的迫害的时，不时就出兵吼，要去共修理，要甲共产制度，要甲改造民主自由的制度安尼哈。啊，即拢爱开钱，啊，但是美国人都研究这款工作，伊都所以用讲叫做世界的警察，哈、哦。好，美国人以这个基督教义来在讲博爱，啊，开始真侪咱学袂起来。这个博爱你看，伊伫个世界这个闹天灾地变的时，伊的捐款拢排上头前，哈、哦。啊，你伊捐哦，即慈善机构的。即个美国好个人，伊甘愿把钱拢捐予慈善机构，伊无要留予囡仔去开。讲囡仔伊，我甲饲到二十岁独立了，伊家己爱拍拼。因无要讲留祖产予囡仔。啊，若像中国人若生作济吼，像讲咱东方囡仔生了拢生济，后日啊拢为着争祖产咧兄弟啊小台，美国人不爱做这款工作。甘愿捐予慈善机构，所以捐予世界这非政府组织 NGO 这些哈，钱拢捐上济。而且你有一点你来看，因美国人，吼，你要看以前来咱台湾咧认养这些囡仔，真侪这些囡仔是有缺陷的，吼，畸形儿。美国人嘛是照常把这有缺陷的囡仔领当去养饲，啊，你注意哦。因这红阿婆唔是未生呢，因家己嘛生几下呢？
但是伊来，伊有迄个腹肠，甲这囡仔有缺陷的嘛，领养倒去饲，这咱台湾人做袂到。台湾人若要甲掠，要毋是掠啦吼，要因领养，这囡仔吼，爱见甲人人呢，我水当当的，脚手拢勇敢，好势。你若有缺陷的，我看无人要认领。这波咱真正属于这个博爱吼。过来五万，美国人因这个对这个将来哈，因有一个盼望，所以因就有动力往前走哈。袂讲像咱即马啦，这大学生22K，啊，这是变哪？对将来靠五万，啊都啊，这个你啊钱都这个开学完就好啊，唔免想讲要买厝啊。所以对将来无啥物五万哈。过来。美国有一个简要的宪法，啊，美国的宪法敢那七条呢，都开始七条呢，结果，吼、哦，人因有法度用这个宪法来甲美国治理甲较强，吼、哦，啊，伊的基本精神就是这几个，哈、哦。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未完，哈、哦，歹势，好，真正的立法行政司法，哈、哦，好，今天我讲到这，多谢，谢谢。各位同学，咱下课休困，啊，稍等下11:30开始上课，好，下课休息，等下11:30开始上课，谢谢。本栋大楼前面禁止吸烟哈，刚刚。